中心镜头是等来山区的部分，这是阿里山公路中部路段在今日发生着游览车和机车的车祸事故。老妇人骑机车无小心被卷入到游览车的车底，被救出时已经无生命的迹象。嘉义县消防局表示，阿里山公路中部路段19号上午9:17左右发生着游览车和机车的车祸事故，传出着机车被卷入到车底，除了派救护车前往救人之外，并出动着破坏器材来赶往现场。伤者压在车底下，那个如果要硬要是拖出来的话，整个他腿已经有断裂现象了，如果整个拖出来的话，可能整只脚都会断掉了。那我们一定要用那个顶举系带，把加枕木把那个车体顶升一定高度吧。那顶升高度之后，要把车子固定，之后不让那个游览车有移动的情形。消防局指出，骑机车是一名老妇人，被救出时伤势真严重，也已经无呼吸、心跳，生命垂危，是马上送圣玛丽莲病院来急救。119研判他有可能那时候有稍微卡在游览车车底哦，有稍微大概10几分钟左右，那来怀疑有可能髋部那边有可能骨盆有骨折吧，或者是头部有外伤也说不定哦，所以才会急救无效，大概急救了超过40分钟。警方表示，机车和载载六客游览车是做伙往阿里山的方向来行驶，为何发生着车祸，造成机车和老妇人连同被卷入车底，需要进一步厘清调查原因。警方也表示，事故发生之后，游览车顶的载六客团由其他游览车接驳，继续往后一站的旅游行程。新闻客户从中部乡采访报道。